超男男神李敏镐从欧洲飞回韩国，满面春风，就是因为这次的欧洲行，有国民初恋女友之称的秀智一同陪伴。韩国八卦媒体直击秀智这样拿大帽子盖头，李敏镐可以用长围巾遮脸，两人一前一后入住伦敦五星级饭店密游三天两夜的照片曝光后，两人浓情蜜意藏不住，经纪公司也正式发表声明，承认李敏镐和秀智已经交往一个多月，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外表靓丽的秀智其实和李敏镐交往前也曾和男神金秀贤发生过绯闻。잠깐만秀智在《来自星星的你》客串一角，和陈志贤上演抢人大战。过去秀智和金秀贤就曾合拍过戏剧，假戏真做，不过双方都没有承认过。네이렇게너무많은사랑을받고있는드라마에까메오출연을하게돼서너무너무저도영광이고요오늘즐겁게촬영을하다가려고요除了和金秀贤传出过绯闻，秀智也曾和陈俊传出恋情，但始终没有对外承认。如今和李敏镐热恋消息曝光后，让不少的粉丝大叹：“我们的女神和欧巴恋爱了，心都跟着碎了一大片。”这是台北综合报道。